但是我们是希望巴辛斯塔，这边是首页啊，这边是装备嘛，我跟大家讲过，我这边可以看到超级 B 站，就到它里面会卖一些东西。好，所以这边是全 B 站的图鉴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哦，然后全汽车的图鉴。我们先讲全币不动，我们先讲不动产好了。哦，全不动产的图鉴，还有它的价格。我们讲过储值吗？你知道怎么储值吗？这边呢，就有它的储法跟秘籍。硬币与金币的释放，还有币值，这么久一直买。这个的话就是你要透过 Google Play 储值。OK， 那我们一开始都有联赛模式啊。那一般基本上我们都是挑战模式，随便你玩。再就是故事模式。这边就看你要不要上钩跟下钩，上钩下钩全都可以。玩法其实还蛮简单的，他跑起来之后再给他一个下钩或是上钩，他 OK 了，有没有？那就赢了。然后起来就可以再给他一个上下钩。我最近基本上游戏玩法非常的简单哦。你看你击败对手之后，你就可以去下一关。哇，超有趣的。看你要上下勾，上下勾全都可以。然后这个就是，这个就是可以过去这样。哦，不要让他起来。杰瑞，中国。哎，耶，赢了。好啦，小心 P 花钱包，点个喜欢。想要去支持的话，就订阅他吧。哦，这游戏玩法还蛮轻松的哦。那我们就可以一直玩下去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。好，今天主要跟大家讲储值哈，然后对，就这样。